什么？没有看到，换锁啊！为什么要换锁啊？锁坏了你不知道？万一半夜有坏人进来对你做坏事怎么办？还在这边发呆呢，把泡面泡了。还有西瓜冰在冰箱里，你这边有冰箱吗？没有。那怎么办？没事，我有办法。 妈生病，她回去看她了。哦，嗯，对了，江雅，嗯，小杰最近很忙吗？这么老是看不到人影啊。啊，对，她最近挺忙的。哎，再怎么忙也不能礼拜天都待在公司啊。她要天天想一想，这孩子是……我没关系的。哎，对了，嗯，你跟小杰讲啊，今天晚上回来吃饭，我难得下厨啊，打个电话给她。就是，记得啊。哎，好好好。 哎，要帮我搬行李，要帮我换锁，我只能请你吃方便面，不好意思啊。要是真的不好意思，改天煮一桌丰盛的菜请我吧。啊！什么呀？我现在又要交水电费，又要交房租，我还没有多余的钱请你吃饭呢。 你这边该不会连电风扇也没有吧？别那么讲究了，我这人工风扇不错吧？啊，你看，电冰箱也没有，电风扇也没有，这是21世纪住的房子吗？ 你不在公司啊？我打的办公室都没有人接。我现在在吃饭，我一会儿就回去。好，拜拜。是江宁姐吗？那你快回去啊，别让江宁姐等急了。要走，吃完再走。 没什么钱，但是我答应你，等我有钱了，一定会请你吃一顿好的。我没听错吧？铁公鸡也准备拔毛了？什么铁公鸡啊？再说了，我是女孩，怎么可能会是公鸡呢？那你是想承认自己是母鸡喽？说句老实话。 我也很感谢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，我常常笑得很开心。那就多笑笑吧。多笑的话，人也会融化的。融化。那你先上去整理整理吧。嗯，那我先回去了，我先回去。拜拜。
在的时候，不懂得珍惜。现在空了一个位子，人离开了，显得空空荡荡。爸，小菊虽然搬走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经常邀请她回来吃吃饭什么的。就是啊，爷爷，我跟妈还说呢，要哪天一起去她的新家看一下，到时候你跟我们一块去啊。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家呀？我今天想了一整天，我就是想不出到底是什么理由让他这么坚持要搬家。爸，其实爷爷，其实小菊离开我们很正常啊。我的意思是，就算是我跟天慧，早晚有一天也是要离开这个家的，我们总不能在长辈的庇护下生活一辈子，不是吗？所以爷爷就不用担心了，小菊只是没有跟我们大家住在一起而已，可她永远都是您的孙女，不是吗？好，那我们改天呢，到她的新家去，看看她缺什么，我们帮他添置添置，来。放心吧，爷爷。进来吗？小菊对我的真诚，辜负了小菊长辈那场大度，所以小菊是因为我才离开。孩子，心里现在一定很痛。不用担心了，相信我，一定会走过这段时间。如果我再这么执迷不悟的话，那也太胡乱了。对不起。谁呀？
这里是联想居家吗？是啊，我是啊。这是送来的电扇和冰箱，请您签收一下。电扇、冰箱我没有订过啊，你是不是送错了？这是方宇杰先生叫送来的。宇杰，一会儿吃完饭，咱们出去看电影吧。没有，一会儿。喂，喂，方宇杰先生，您刚刚订的电扇和冰箱已经送到指定地点了，可是这位小姐不肯签收，为什么？您和她说吧。喂，总经理先生，请把你买的东西全部退回去，我不需要。谁说不需要？就算我需要，我也会花钱自己买啊。无缘无故接受别人的东西，我的心里会有负担的。武器的人都已经帮助我那么多了，现在还要让你花钱为我买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会看不起我自己的。我看过好多电视上的故事，白拿了别人的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不是那种女孩子。你笑什么？我是认真的。你别想太多，我不是那种人，你也没那种资本。还有，这个就当作是公司的福利吧。啊，公司还有这种福利啊？当然，我跟你说，这些东西是完全是送给你的，你以为吗？错，我将来你离开公司，是还给公司的。还有，如果你弄坏了，要全权赔偿。啊，这样啊，放心吧，我肯定不会弄坏的。那谢谢总经理了啊，那帮我搬去就搬了。没有，是工厂的工人，我让他们宿舍加一些家电，算是对他们的福利。你香香，你快点打电话，都等你呢。你妈也不知道接谁电话，你还聊了这个，饭都不吃。爸，你看老妈讲话讲得那么开心，你不吃饭也饱了吧？嗯，你也觉得你妈聊得很开心啊？那傻子都看得出来啊！哎呦，真的，哎呦，谢，不好意思，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哎，没有，哎，上次我就跟他说过了，是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伯父好像很紧张，伯母。你等着吧。大概30秒到40秒左右，他们两个肯定吵架。瞎说什么？我和妈妈就那么没素质啊？打个电话有什么好吵架的？之前没几个朋友，我也经常有那个女性朋友给我打电话的。哎呦，谢谢啊！那这样我就不客气了啊！好了，哎，好，再见啊，拜拜啊！哎呀，开心死啊！哎，喂。哎，你们这也不等等我就这样吃了哈？这些人真是。找你干什么呀？谁知道你一个电话过年前能不能打完？我们都饿死了。哎，我跟你结婚30多年了，是我等你多还是你等我多？就一通电话这么牢骚，你谁牢骚了？我有话牢骚吗？啊？我就是在说一个事情啊，我们电话打的饭都不吃了，我们还等你，澡都凉了。你看你的电话打的高兴，不过我也挺满意的啊。像你这样的一个青春已逝、年华已老去的老女人，有人还能打电话逗你这么开心，我也放心。你瞧不起我是不是？嗯。干嘛瞧不起你？青春已逝、年华老去，是谁把我的青春耗尽的？你还好意思在那说风凉话啊？谁说风凉话了？我都说一个事实。刚才你看你电话打得花枝乱颤，啊，笑得跟葱花一样。我给你打电话你都没那么开心，啊，大不了不就是一个男同志吗？啊，谁还没有几个朋友了吗？男同志打电话就打嘛，拖遮遮掩掩的。哟，你吃醋啊？有人吃醋了，有人吃醋了。笑话，说这孩子谁吃醋了？啊，我吃饭，我吃什么醋啊？我一点都不好笑。
这次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啊，你也不要不承认，好不好？你老婆呢，这么美丽大方，出的厅堂，入的厨房，像我这种外貌与内涵兼备的优秀女性，你吃醋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雨洁，拿个大盆来，啊，我吐一下。哎，爸妈，行了，别吵别吵啊！我说这吃个饭，你们就让我们安安静静把饭吃完了吧。OK OK OK。好吧，嘉怡，不要紧，没事。哎，对了，雨小姐，记得带江怡去拍婚纱照啊！啊。你的思维有逻辑性吗？啊，你那么跳跃呀、啊？正吃着饭，怎么又跟婚纱照扯上了？我什么时候跳跃啊？我刚接那个电话就是影楼老板打来的电话，他说我们小杰要准备婚姻了，所以呢，刚好提供我们一套免费的婚纱照。啊，真的，很够意思啊。对啊，对啊。不对，是男老板吧？女的。哼，哦，你呢？哎呀，其实你不说，我刚才也看出来了，一定是。哎，好的女朋友才会这样啊！你的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嗯，下次是男是女的就说不准了。对不起啊，没事没事，那个不要吓我啊，老公心脏不好，乖乖乖，行行。啊，小杰，你不回答妈妈的话呢？啊，你什么时候带去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嗯，婚纱照。对啊，嗯，伯父，我们现在去拍不太合适吧？什么合不合适？赶快挑个好日子，赶快去拍，不拍浪费了啊！太可惜了，赶快去拍啊！免费的嘛，去拍吧。嗯嗯。那我也去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哎，你跟谁去啊？这些丫头在说什么？我这意思是说，我要陪哥哥跟江怡姐去嘛。嗯，哼，这是乱说话，真是。婚纱照的事谢谢你。如果你真的想拍，我才不想拍呢。跟一个站在身边都心不在焉的人，有什么意思啊？对不起。干嘛道歉？好了，我都明白。既然那么多年我都已经等了，也不在乎继续等下去。我一定会等你做好准备，才做你的新娘。昨天送过去的东西试用过了没啊？总经理早。我在问你冰箱跟电风扇试用过了没？没有啊。没有？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要用啊？又不热，太浪费电了。而且那个冰箱那么大，我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进去。不是有西瓜吗？就为一个西瓜把冰箱开着，
那用电的钱都可以买好几个西瓜了呢。你怎么那么省呢、啊？公司给你的福利，叫你用就用嘛。公司不报销电费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总经理连电费也应该算作是公司的福利喽？没有没有，我从来就没有那么想过。总经理，就算是公司的福利，那也不能浪费呀。你想想，公司那么多员工，如果每一个员工都浪费那么一点点，那公司岂不是会亏死啊？你还挺为公司着想的嘛。那当然，我也是公司的一员嘛。小菊，我跟你聊一下。那我先回办公室了。走吧。昨天搬家还顺利吗？顺利了。我就是很担心你。我昨天给你打电话，为什么没接？搬家有点忙，又怕让大哥担心，所以。爷爷和家人都很担心你吧，所以下班之后一起去你家吧，总要让我们知道你的住址，要不然不用了。没有了，我家离公司挺近的，还有和我一起清洁的大婶就住在我们家楼下，所以大哥，你们都不用担心了。我一定要去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只有亲眼看到才会放心。你工作那么忙，真的没有那个必要。小菊，不要再这么躲着我了好吗？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可是我真的不想让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所以，请不要躲着我好吗？心情好的早晨要从芬芳的花香中开始啊。你知道吗，我很会插花的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现在是上班时间。现在是上班之前，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。好的，做完我想做的事儿，我该回办公室了。郝天磊先生，如果今天一天你都有好心情，不要忘记有我的功劳哦。拜拜大家，拜拜，你们好好上班，拜拜，拜拜。
送你。哎，这个我可不敢要啊，这是人家送你的。我又送给你了。真是，哎，先生，这是你啊！哎呀，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进来！哎呦，怎么了？哎呦，老公啊！哎呦，你来了！哎呦，我冻死了！是吧？哎呦，怎么回事？啊，痛啊！是我的清洁推车撞倒的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哎呀，算了，别说他了，他还小，也不是故意的啊。来，我扶你起来啊！行，来，起来。来，起来，我帮你回家揉，冻死了，哎呦，冻死了。喂，啊，老婆，是我。你在哪里啊？啊，我在咖啡厅啊。你去咖啡厅干嘛呀？啊，当然是跟客户谈生意嘛。啊，我打电话是想告诉你，我今天晚上不回去吃饭了，你跟娜娜别等我。你不回家吃饭，你准备去哪儿吃饭啊？是这个客户比较麻烦，不过也是挺有诚意的。我是打算请他吃个晚饭，然后把这笔单子谈下来。可是啊，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让客户等太久时间不太礼貌啊，我先挂了啊。哎，老公，什么人啊你？不回家吃饭。怎么被嫂子看出来了？我老婆最会察言观色了。我跟公司第一次辞职的时候，我老婆非常反对，还说要跟我离婚，闹得死去活来。其实啊，我老婆也差不多了，她非常反对我辞职。你可不要动摇。总是看老婆脸色过日子，多窝囊啊！继续留在公司，根本没有前途可言。你受了那么多气，会没有感受？感受？哼，太深了。哎，这看起来生意还不错嘛。对，挺好的。这都过了开餐的时间了，还有顾客上门啊？是，生意挺好的。慢点，小心啊！冻啊！好，慢一点，慢，好的，到了，到了，好了，到了，小心，好，小心。冻死了！珊珊，有这么夸张吗？不至于的。夸张在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我撞到有多惨啊？老公啊，我觉得我不应该那么早就回家，我应该多做几项检查。哎呀，我那个香香，
检查已经做得足够多了 ，X 光、计算机断层、核磁共振、骨摄影，连皮肤都检查完了，30多项已经足够了。嗯，我算成这样子，你还在那边说风凉话，下次话你说说看。你在笑什么？我没笑什么，我就是想起你当时那屁股摔在地上那样，挺可笑的。小姐，你看看你爸爸，这死没良心的，他摔成这样子，没笑。气死我了，那个臭丫头，都是他。小姐，我跟你说，把解雇我不要再看到他，不然再来我们公司待着。不，那个小姐，我觉得小菊那个孩子不是故意的，而且挺好玩的，干嘛解雇？对了，妈，小菊虽然有时候是坏人，但是她也不算是坏人。对，是。那其实我现在怎么办？医生说啊，我伤那么严重，要躺一段时间。我的补习班也没人管，我的节目也不能上了，这么多粉丝要看我，我怎么办了？我什么都不能动啊，怎么办？都是那个丫头了，我不管，解雇她，解雇她，小心要解雇她，不要打她，哎呀哎呀哎呀！不要再嚷嚷了啊，你这样容易长皱纹的，而且别人会说你是黄神的妈妈。当然，你这么凶残，是吧？你想想，你是一个堂堂董事长的太太，总经理的妈妈，怎么能跟一个小员工过不去呢？是吧？要保持身份啊，宽容，宽容，别人可以宽容，他对不起，他是我的克星，每次看到他我就倒霉，接住他。怎么会这样啊？那医生怎么说？啊，真可怜。啊啊，我知道了，妈，我会早点回家的啊。你好好休息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。你好。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我说你走路都不长眼睛的吗？你知不知道我妈现在被你撞的躺在家里都不能动了？怎么会有这么严重呢？我妈手头上有那么多工作，现在全部都要停下来，这些损失你赔得起吗？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？不是故意的你就不用承担责任了是吗？不是故意的，一句对不起就能把你的过失一笔勾销吗？好啊，那我也撞你一次试试，然后呢我跟你说句对不起，可是你却要躺在家里不能工作，你愿意吗？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你除了会说对不起还会做什么呀？你在干嘛？小菊她已经道过歉了，你还这么咄咄逼人，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？她现在这个样子除了道歉还能做什么？要医药费是不是？好啊，多少钱告诉我，我替他还。你跟他什么关系？要你替他还？她是我妹妹。你又不是你亲妹妹，和你有关系吗？好你个郝天磊啊，你居然这么对我！是他撞了我妈妈，我说了他几句都不行吗？我是打他了还是骂他了？要你这么紧张？我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他。谁欺负他了？好了好了，你们别吵了，都是我的错。我道歉，请原谅我，请原谅我。哎，小菊，天磊，你要去哪儿？你闪开！小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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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好吧？我已经没事了。啊，没事就好。那我们晚上一起吃晚饭好吗？我今天要值班，对不起大哥。小菊，我不是说过吗？你不用这么躲我呀。我只是想请你吃个晚饭，我没有其他的意思。我只是希望我们两个能像原来那么相处。可是我今天真的要值班，大哥，谢谢你，我先去工作了，大哥再见。
个梁小菊，害得我这么辛苦。哎呀，阿姨什么时候请假不好啊？非得现在请，怎么办？就这样。这要加多少水啊？多少水啊？哪个呀？哎呦，烦死了！哎呀，好痛啊，好痛，好痛啊！老公，你轻一点啊，你不要那么不情愿，好不好？痛啊，好痛啊！哎呀，人生啊，人生啊！啊，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啊？我李香如好端端的一个漂亮、美丽、大方的女人，我从来没有害过人，为什么要把我撞成这样子啊？啊，把我撞成植物人也就算了，竟然偏偏把我撞到我的屁股，多丢人了！哎呀，你就高兴吧，撞到屁股怎么了？过几天就好了。再说了，不是让你没事别往公司跑，谁让你下去的？这就是老天爷安排，让你不听话。你说什么啊？你撞成这样子，不可怜我，你还讲这种话？进来。妈，妈，我妈已经好了。啊？嗯。哼，怎么可能？那个丫头动作这么快，我才不相信。雨欣就跟我说，她已经准备好，说可以吃了。啊？是吗？对。嗯，走，来吃吧。来，雨欣，帮我把妈妈扶到那个餐厅去。慢一点，慢一点啊！啊！啊！动啊动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轻点啊！开饭了！好好好，来开饭了。这是什么？雨欣，还有别的吗？就这些。米饭啊。哦，米饭也很好，米饭就能吃饱饭了啊，就点小咸菜，漂亮。喂，你这是粥还是饭？我本来是要做饭的，但结果水放多了就变这样了。嗯，挺好，喝点粥也挺好嘛，清粥小菜容易减肥。你这也不是粥啊，你这应该叫水泡饭，这太稀了。不过也还不错，啊，是吧？妹妹做饭不要挑肥拣肥，吃吧吃吧，挺好的，先给妈妈盛一点。像是这样的女人，煮这个是人吃的东西吗？这是。不是我说，你说你妈妈是个烹饪高手，连饭都能做啊？你这以后嫁的出去吗？都是让你妈妈给惯的。你别念她了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你宠的，不是你宠坏的。煮什么东西啊？人吃的吗？哎呦，我被气得我痛。但是，干嘛点蜡烛？谁生日？我原来是想着煮汤不太起眼儿，我就想用气氛干嘛。喂。怎么了？有事吗？我很担心董事长夫人，所以也打电话问问你，现在夫人的情况怎么样了？看样子啊，老天爷也在帮你。我妈妈呢，现在只需要躺在床上休息一个礼拜就可以了。真是对不起啊，我都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好，对不起啊。你说现在的状况，加上我妈的医药费，欠我的钱可就更多了。什么？你说医药费要我还啊？当然了，是你把我妈妈撞伤的，不你付谁付？好吧。好了，很晚了，早点睡吧。嗯。